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娜娜。大家是不是玩腻了 MMORPG 游戏呢？今天要介绍的这款线上游戏新作，说不定能勾引起你不少兴趣哦。游戏中玩家们将要扮演成一批又一批的大野狼，哇哦！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相当的有趣呢？我们赶快一起看下去吧。在这款《狼的 Wolf》中，玩家将扮演成野狼，进入一个充满狼的世界进行探索。游戏内玩家可以客制化自己野狼的外形，同时还有特殊造型可供解锁。你必须培养野狼性格，并升级技能，并想办法成为狼群首领。游戏有多种模式可以自由攻略，像是多人合作狩猎、探索地图、挑战 BOSS 怪等等，甚至还有竞技场，让玩家与其他野狼联手对抗其他狼群，耐玩性十足。如果各位看了也觉得有兴趣，现在就能上 Steam 把这款作品买下来，好好体验看看咯。 Fight for dominance never ends.